光复节前夕谈话。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大家好。明天是台湾光复节，台湾光复是台湾同胞能够为中华民国的发展奉献心力，使台湾同胞能够与所有中国人共学二十世纪后半段的中国史。回想过去一年来，我们确实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不辜负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首先，我们以和平稳定的方式完成宪政改革，把宪法做了符合当前需要的调整。今后我们进一步要努力的使真正落实修宪条款，尤其要从行政革新与地方自治着手。十二月就要举行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这一次选举候选人的最大特色是年轻，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当选后的首要任务是把修宪条款落实为法律，同时要督促政府做好行政革新，责任实在重大。因此邓辉希望大家重视这一次选举，积极参与，使我们的国会政治迈入新阶段，带动新时机的政治发展。其次，继去年通过国家统一纲领后，立法院在上个会期制定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海峡两岸长久处于敌对状态，不相往来，互不了解。如今交流的门是打开了，但四十多年的体制猜忌处理，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完全消除的。我们一定要有耐性，今后我们要依据国家统一纲领的原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范，推动大陆政策，积极从事交流活动，使大陆当局与同胞有勇气务实地重新认识与尊重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与现实。经济发展方面，国家建设六年计划目前正在积极展开，这个计划完成后可以使我们成为西太平洋地区金融及航运中心，延续我们数十年瞩目的经济成就。不过邓辉要提醒大家，依赖海外市场是我们过去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动力。今后世界经济之变化多端，可能使我们不宜维持过去的出口市场，如此影响之大，非同寻常，我们不能不提早准备因应，并加强国内投资意愿，
改善经济结构。虽然光复四十多年来，我们经济与政治发展成功，让我们拥有成熟的社会，如今我们却面临新的社会问题，那就是浮华奢靡的风气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尤其是毒品与枪械泛滥，为我们这个富裕的社会制造了新的不安定。因此邓辉除要求政府全力处理解决外，也要向全国同胞郑重呼吁，家庭与学校共同负起责任，为我们的下一代，为建立一个祥和的社会，大家全力反制犯罪，消灭毒品。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世事的变化很快，大家面对未来的新趋势已经感觉得到，我们一定要秉持中国文化中日新又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来开创新的历史时机。这样我们庆祝台湾光复节才具有历史意义。谢谢大家。总统光复节前夕谈话。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大家好。天光日是台湾光复节，台湾光复是台湾同胞能够为中华民国的发展奉献心力，是台湾同胞能够同所有的中国人共同写二十世纪后半段的中国史。回想过去一年以来，我们人确实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不会辜负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首先，我们人以和平稳定的方式完成宪政改革，把宪法作为符合当前需要的调整。今后呢，我们人进一步而努力的是真正落实修宪的条款，尤其是要从行政革新同地方自治来着手。十二年就要举行第二届立法委员的选举，这次的选举候选人的最大特色是演讲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几代人当选以后的主要的任务是把修宪条款落实为法律，同时要督促政府做好行政的革新，责任色彩十分重大。因此邓飞希望大家重视这一次的选举，积极的参与，使我们的国会政策迈入新的阶段，带动新时期的政治发展。其次呢，接着去年呢，通过国家统一纲领以后，立法院和上个会期制定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海峡两岸长久处在于敌对的状态，不相往来，互不了解。如今呢，交流的门是打开的。
但是几十多年来的铁丝采取实力，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完全的消除。每个人一定要有耐心，然后每个人要依据国家统一纲领的原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范，来推动泰流政策，积极从事交流活动，使泰流当局同同胞有勇气、务实的重新认识同尊重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历史同现实。经济发展方面，国家建设六年计划目前正在积极的展开，这个计划完成以后，可以使爱丁人成为西太平洋地区金融同航运中心。延续爱丁人数十年逐步的经济成就，不过等会要提醒太极家，依赖海外市场是爱丁人过去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动力。今后世界经济变化多端，可能是爱丁人不容易维持过去的出口市场，安尼呢影响之大呀，非同寻常。爱丁人不能够提早准备来应应，同时加强国内投资的意愿，改善经济的结构。虽然光复四十多年以来，爱丁人经济同政治发展成功，不爱丁人拥有成熟的社会，如今呢，爱丁人就面临新的社会的问题，这就是腐化差米的风气，带来日渐严重的犯罪的问题，尤其是毒品同枪械的泛滥，为爱丁人这个富裕的社会制造了新的不安定。因此，邓飞除了要求政府全力处理改革以外，也要向全国的同胞畅充的呼吁，家庭同学校共同负起责任，为爱丁人的下一代，为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他自己全力防止犯罪，消灭毒品。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世事的变化一快，太极家面对未来的新局势，已经感觉得到，爱丁人一定要秉持中国文化热心救心、以史济今的精神，来开创新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呢，爱丁人庆祝台湾光复节，张起有历史的意义。多谢大家。